快别吃了，今天的鸡爪怎么卖的？嗯，馋死我了，给我介绍一下。我再吃一个。赶紧的，快快快快快！三个九，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七包，八包。今天再给咱家老铁再送两包，拍八发十，点击下方小黄车。想吃又大又肥的生蚝吗？来我家吧，看一下我家这个大肥蚝。哇，哇，这个厚厚的大肉，太好吃了！看这个大肉。太香了，大肥蚝吃起来。有的朋友问我，它这个里边的话有这种绿色的，能不能吃？它这个绿色的话是可以吃的啊。这里边的话，它是没有消化的藻类，是完全可以吃的。太鲜了！哇！想吃的话可以点击下方小黄车啊。再来一个生蚝，来一个。哇，太大只了。再来一个。哇，把那边的摇柱切断。哇，不要太肥啊，秘制的蒜蓉。哇，大肥蚝继续吃。哇，太香了。太过瘾了。咱家这个快别吃了，今天的鸡爪怎么卖的？馋死我了，给我介绍一下。我再吃一个。赶紧的，快快快快快。三个九，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七包，八包。今天再给咱家老铁再送两包，拍八发十。
点击下方小黄车。大肥豪继续吃。哇，太香了。太过瘾了。咱家这种最近感觉自己有点瘦了，吃点生蚝补补。哇，太香了。每一个都超级肥啊。哇，哇，最喜欢的醋酱油大蒜。想吃生蚝的，点击下方小黄车，我们家生蚝都是包肥的。